Tchau. 五十一页，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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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百五十一页。昨天我们讲到一念不结，啊，生三系啊，啊，就是无名啊，不结生三系。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要讲境界为缘长六出，这个六出呢，啊，就是凡夫啊所面对的。 看得到的、接触得到的，所谓初呢，就不是菩萨的境界。底下五百五十一页经文，如是扰乱，相待生老，老久发尘，志向混浊。 如是引起尘劳烦恼，如是就是表示第三系望现境界的那个时刻，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真如无明业相转向现象现象的这个时候，如是就有了。 虚空世界啊啊众生，所以如是就是境界相能所不断的时候，如是扰乱相就是互相待就是对待啊，也就是说。 互相对待的意思，也就是妄境会引起这个妄心，因为无名业相是八事相分，会引起转向，就八事的见分，这个能所一产生，就叫做互相对待。生智这个生老，这个生老呢，顾名思义叫做疲劳。 也就是说，叫做分别心，也可以说执心外实有，而引起第七意识。这个生老就是六出的志相啊，志相。那么这个志相啊，千万不要误解说是智慧之相，这个刚好相反，志相就是了别相，啊。 对境有分别，染境，所以这个志相是名词，但却不是智慧之相，是了别的作用，叫做生老。这个就是六出里面的第一个粗相，叫做志相。老九就叫做相续相，因为第七意识啊，它叫做恒生思量，它是相续不断的。 呃，它不会断的，这是老九，老九就是第二六出里面的第二下就是相续相。发尘这个发尘就是第六意识了，即我或者是我所，呃，叫做执取相，执着的做，取着的取。那么自相混浊呢？ 这个字相呢，就是字心相呢混浊，这个是记名字相。因为第六意识啊记名字，行名啊着相颠倒特甚，所以称为字相混浊。这是第四项，记名字相，由是引起啊由是就是由前面的三系和四出所引起的。 啊，起业相引起这个起就是造业了。由时由是这个是就是由前面的无名三系，还有六出的前面的四出是自相、相续相、知取相、记明自相，那么这个四出所引起的造业叫做起业相，尘劳、烦恼就是业系苦相。 逃不掉的，如是因一定得如是果。啊，再解释一下：当无明业相产生的转向，转向产生的现象，而现象化现出世界、虚空和众生的这个时候，如是的境界相，非常的扰乱。 互相对待，为什么望镜引起的忘心？这望镜引起的忘心会引起地气意识的执心外的实有产生的了别作用的生老志向。这个老酒了，它就一直相续，老久不断。地气意识的横生思量相续不断。 而继续的引发出第六意识，是发尘。这个发尘就记着我，我所有这个直取相从来就没有停止。第六意识自相混浊，为什么会自相混浊呢？因为第六意识记着名字、寻名、着相、颠倒，特别的殊胜是记名字相，由是引起啊造种种的业。 由无名三系六出，前面四出引起的种种的起业相，因此啊，尘劳烦恼，这个是业系苦啊，逃不掉的。总共啊六出的出相。看注解，如是指法之词，指就是指境界相。从无而有，因义利同，由是空气呼声。 气就是气世，呃，借着气世间。复因同一发明，呃，无同一之众生，也是相续相聚而生。如是藏世海中，这个藏世海中也可以称为夜市啊，夜市。静风扰动啊。 啊，静风扰动，相待者互相对待，由望境引起望心，即为缘之意。这个缘之意，乍看之下还看不太懂。啊，这个缘就是外缘。啊，缘之意就是外缘所对之意是心。哎，这样，这样看就更清楚。 所以由外境引起妄心，即为外缘所对之意识心，以境界为相，境界之相为生七转世之相。为什么叫做七转世呢？因为它会转动第八意识，哎，也就是海浪啊所引起的，通通在大海水海水中会引起扰乱之相。 所以为生七转世，生老也就是引起第七世创起慧心所。创就是建立起这个慧，千万不要当做是智慧的慧。这个慧心所是分别心的意思啊，有正慧，还有协会，协会就是二支见呐，正慧就是正念呐、啊。所以这个。 有分邪跟正的，如果是正念，那么这个分别心是好的；如果是恶之见这邪会就不为因果。哎，所以这个创起慧心所对镜分别染镜，即为心外实有不了自心妄现起智分别，智就是慧心所。 转身劳生劳虑，故一生老，也就是第一出志相，属于具生法子，具生就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啊，人一出生，他就具足有对法上的执着。论人依境界，分别爱与不爱是也。问：前面的转世？ 也就是转向了，前面不是三系吗？无名业相转向现象吗？这个就叫做转世，就叫做转向啊？能生现象吗？前面的转世原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现象啊。那么智相也是原始境啊啊，同样是境界相啊，那个智相。 这个初相的智相，六初的低初智相，也是圆镜啊，一圆取镜啊，二者有何差别？答：转向圆净。啊，这是山系的境界，是菩萨的境界，是第八世的见分精明之体，但如明镜现象不起分别。那个时候还没有。 强大的分别啊，志向远境，而这个六出的第一出志向，它是缘这个外境，他还不了解唯心所现，唯心所见。简单讲，他已经建立能所了，所以只有定性。这个定性的意思是肯定外在的境界是绝对实在的，哎、啊，不知道相望。 啊，不知道性真，也不知道缘起，就是空性啊。所以定性就是实性，认为外在的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花草树木，每一件通通是真实性的，叫做定性。所以执外在的境界为实在性，就开始分别的染件，也就是啊，即属于分别事事。 分别事事，这个世事事就涉及到适用，就是造作的意思。神口意的造作，啊，通通以分别心来开始造作，叫做事事。这个世事事涉事用，啊，涉到啊这个种种的作用，老九。 及第七世恒生思量，相续不断，劳虑经久，故曰老久。也就是第二出相续相，属于分别法执。分别法执就是后天的，后天的啊。论言：意欲自故生其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起念相应不断故是也。发成。 即第六是周遍嫉妒，取着转生。周遍嫉妒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所有事周围、时间、空间，无一时、无一刻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时一刻不执着，叫做取着转生。即我我所发生染着啊，成念故也发成。 就是第三出直取相，属于我执俱生。论云：心其着故，其着与发成一同，自相混浊者，就是第六式。以前面颠倒所直向上，更立假名言相，寻名直相。什么叫做假名言相呢？任何一种东西，你就把它命名。 啊，比如说这是玫瑰花，这是百合花，哎，这是菊花，这是啊红菊，这是波斯菊，就开始一直命名了。啊，每一个人呢、啊，缘起的假象啊，啊，你我他就安上一个假名，啊，安上一个假名，而这个假名啊，却不是固定的，哎，大家都可以共用的。 啊，那么假名执着习惯呢？我们还误以为这个假名它就是实际性的，但是这个假名其实是空无自性的，啊，所以更立这个假名言相寻名直相啊，为什么这个难破？就佛讲的，所有的众生两种事情最难破，一种就是因身跟语言，啊，第二最难破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 这个叫做涉及到适用，没有一个不颠倒。为什么语言音声这么这么难突破？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就是依靠这个长大的，从牙牙学语啊，学你我他啊，学啊阿猫阿狗，小猫叫，小狗跳，小狗叫，小猫,小猫跳，那个几个字，哎，一直写一直写，它就根深蒂固的。 很难突破的，所以你你讲他是猪，他会生气的；你讲他是佛，他会高兴的；你讲他说你长得像观世音菩萨，他会很高兴；你说你长得像母夜叉，他就生脾气。他认为这个名字是是真实的就是我的，啊！但是不知道说这是假名言相，寻名执取之相的。 所以这个颠倒是非常难破的，以致心水混浊不清，故曰自相混浊，也就是第四处，即名字我之相我执分别。起信论说意妄之分别假名言说相，啊，分别假名言相是也。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者，由是这个世“是”字是源自无名三系里面前面。 啊，还有四出无名三系，还有前面六出的四出，从迷入迷，往上加妄，所以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迷迷迷中加上迷又迷，妄再加望，啊，继续望，所以太多人写信来要师父啊解他梦中之境，我都跟他讲，白天已经是做梦了。 晚上所做的梦，那个是梦中之梦，不要做太多的解读，放下就是。啊，比如说哎呀，他的梦境里面呢过了一条桥，然后在远方远方啊听了人家诵经，请问师傅这代表什么？哎，这个没有代表什么，就是旺上加旺啊，也不需要去找啊。 进是指记名之相，由此引起诸业及第五出器业相。论云：一名字习名取造，造种种业。诸位，嗯，全世界没有一个众生可以离开名字相的，因为他是依靠这个而活的。嗯、强大的名字的意识心太强了，是也。 这尘劳即是烦恼，烦恼有染污、扰动、恶意、意知、鼻知，如尘如劳，共有八万四千。也为其身口是属于祸，祸就是业因呢。哎、嗯，造业的因，以其身口就是属于业了、啊，就是业缘了。 啊，那么将来就一定会遭受到业果，所以业因业缘业果啊，因缘果逃不掉。经由祸引起身口造一切业，业因既成，业果随之啊，业果随之啊，如影随形啊，业如影随形啊，无可幸免。幸免就是意外的免去灾害啊。 所以啊，啊，与其啊啊求佛保佑我们，当然这是好的心，最重要的还是要诸恶莫作，诸恶莫作啊，再来念了、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啊，这才对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时候来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才对的。 不是一边造业一边念佛，啊？问：成尽未成，安得具有深口？啊，这个初境未成，意思就是啊，这个初的境界还没有形成，怎么会讲到有深跟口呢？答：鱼虽一从初起次第而谈，理实无实。 意思就是说，说法的时候必须从刚刚开始的像三系的无名业相开始讲，讲到六出的字相，讲到起业相、业细苦相，那必须有次第而谈。理实无始，啊，这个道理其实啊是从无始来谈的。起真未曾出境之前，哪里是真的说？ 未曾出境之前，而绝对没有所谓的生跟口呢？细镜当中既然有根生，当然有生跟口了。且论，而且大圣起事论也是约从初起啊，初起就是业相了，无名业相了，也是于第六当中方成生口，到第六啊，方成生口，就是只取相了。 书是企业相，啊，企业相。那么名用牲口，就说明是用牲口才能够造业呀、啊。如果必知第六，就是知其相，那么方有牲口。那么这前相平和企业，而知其等等呢？平和记着我，我所这个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 啊！只要我有我，就一定有我所拥有的，一定的。所以，我所是一定复杂，附带在一个我值上面。所以，平和记我我所。而这个我我所谈最多的就是《阿含经》。哎，《阿含经》一打开，到处都是我我所。啊，与。 语虽有序呀、啊，讲话虽然有次第，是为了解释方便呢、啊。啊，解释方便当然由次第来解释，就像师父昨天画的那一张图表一样，解说一定要这样子的。能所一定要一二三四嘛，要不然怎么解释啊？对不对？绝对正入，绝对正入，没东西可以谈了、啊。就像禅宗上台，什么是禅？双手一摆，下课。 为什么？我们讲能空，没有能说谈什么东西，绝对真如。啊，所以说有序而亦须圆活。哎、啊，而我们呢、啊，这个这个意呀、啊，需要啊圆活，不可以拘泥，就不以凝噎。你就是不可以拘束。看佛经、看注解也必须要活。 啊，不过这个活的先天条件就是要真实的智慧，要不然活得太过了那不行。哎，活的不如法，那个不是真活，那个、就活的变成死掉了。所以那个活字啊，背后要充满智慧。所以现在的人呢、啊，没开悟，这个时候讲经说法，啊，他就认为我讲法很活，而、啊、且讲的就。 通通让大家掉进那个资金坑里面，通通不知道，哎，通通不知道啊！大家跟着这样做就死得很惨。所以说讲经说法一定有功德吗？这可不一定，要看你怎么讲，哎，要看你怎么讲，啊，所以啊，有时候啊，这个法师啊，一句话可以救一个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 甚至可以救一个国家，因为啊，如果大师级的大智慧的人讲话，突然呐、啊，啊，以前的皇上啊，听到这个高僧的一句话，他就会改变政策的，对人民呐、啊，爱恶啊，慈悲，啊，他本来、啊、很暴躁、很愤愤怒的，听了高僧一句话，会转变方向这句话可以救整个国家。 这叫做一言以兴邦啊，一言兴邦，一言也可以上邦。你讲错一句话了也可以上邦，对不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啊，讲了一句话，大家照着这样子死守那句话去做，不会活用，不知道背后是充满智慧的用，所以。 可能会扭曲法师的用意或者是语意，回去就照这样做。可是修了一阵子以后，没什么感应，没什么信息，就开始啊牢骚抱怨，对佛没有信心。这个有时候啊，法师度众生啊，没有讲清楚的时候会，会会害死众生，会害死众生的，啊。 因此，有一个法师上台讲《地藏经》，说这个地藏王菩萨是属阴的，得要晚上才起来办案。哎，所以你们送《地藏经》的时候，最好是凌晨。哦，一点啊，娘啊，啊，板阴没有啊，那像一些板阳哎，所以他教出来的徒弟都是半夜一点起来送《地藏经》，起来送《地藏经》，送到她老公啊。 气到不行，功你娘好不得笑哎，笑啊。那有一次来请示师傅说：“哎，你对这个见解怎么样？啊，我希望地藏王菩萨加倍。我，所以我凌晨就一点起来诵地藏经。我跟他讲，那你白天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白天地藏菩萨没有伴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这个老菩萨一听，有一点善根、慧根、菜根、佛根、菩提根，听着还蛮顺口的，说：“嗯，啊，你我一样的丢啊。白天发生事情，地藏菩萨怎么保佑？佛突破时间空间，哪有一定几点送什么经的？对不对？所以以前人家师傅没有开示以前，大家只要说。” 早上五点到七点凌晨一定送楞严咒，多少的大圣的法师都跟他讲，是吧？超过早上八九点十点，10点下午更不能送楞严咒，对不对？为什么这法师一句话的徒弟也不懂啊？就听啊，那我就跟他讲，居士来问我说：“哎，师傅啊，我上人讲啊。” 超过早上啊七八点，说不能送楞严咒啊啊！我就跟他讲，你知道楞严咒几点讲的吗？那是五斋完啊，佛赐文殊师利菩萨持楞严咒去救阿难，那个时候是下午讲的啊。啊早超过八点不能念啊？为什么佛自己念？哟啊，我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不知道那个典故。 不知道他的渊源啊，就乱说一通，佛教会倒就是倒在这样子。哎，想到是什么，自己讲什么，想到什么，完全不管佛的感受是什么，说法也不合佛意，不符合佛意，把无量众生带进自己的知见里面。所以师傅重复讲说，讲经说法是不是一定有功德？那不一定，把无量无边的众生带到自己的。 陷阱的自键里面打概密码对啊，所以说啊，本来啊法师要救人的，因为经教不通，心性不明，就结果是害人。哎，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法师上台要弘法，要非常的谨慎，一句都不能讲错。哎，你底下。 你怎么样的去幽默、放轻松，那是你个人的行为举止。可上台你就代表佛，有十足的准备，你才可以上来的。没有十足的准备是不能上台讲经说法的。这个说法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以下说以虽有序呀，而亦须远火，不宜拘泥啊！诸位，把表姐请出来。 六十页三四六初，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诸位看六十页的右上边儿，以一真起妄，一真起妄，绝非所明，一名利所，所计妄立，生如妄人。 吾同意中，自然成意，一彼所意，因意立同。同意发明，立无同意，绝非所明。啊，真如绝对不是你能明的境界，真如是绝对。所以画那一条虚线，就是没有办法。只要有能所，就言不到真如，言明立所，因为啊，妄明。 而立一个所名，因此啊，在这个真如言不到的时候，突然非名不行，就造成就一个妄名，就是无名。这个无名就产生啊，维系的业相，而业相就是八识相分了。这个时候还不是初的境界。 哎，yeah, 我们称为混沌未开的那个时候，用中国话来讲，混沌未开啊，懵懵懂懂，阴阳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刻来谈的，非常非常的维系啊。再接着，所计妄力生如望然啊，这个叫做能见相，就是所谓的转向，转向就是八世的见分。 无同意中自然成意就是世界相；意比所异，因意立同，就是虚空相；同意发明，力无同，哎，立梧桐意就是众生相。而这个世界、虚空、众生加起来，就叫做现象。那么业相转向现象，加起来就叫做三系，为什么叫做系？不为凡夫所觉察，叫做系。 没有凡夫根本无法觉察，凡夫是对粗糙的境界，就是底价。二一真起妄，哎，一真起妄，这个一真起妄啊，粗糙的境界啊，凡夫都可以对治得到。如是扰乱是境界呀、啊，相待生老，就是心境对立而生老相，这个就是自相。老久了就是七世的思量，叫、就、做、是、相续相。 发成六世着境，就是知其相；知其相，自相混浊，就是妄生嫉妒，就是、记名之相。有是引起尘劳烦恼，就是由惑造业，就是起业相。有业因业缘，那你苦果就一定逃不掉的。起为世界底下自真有为法，叫一业受报，就是业系苦相。 啊，这有是引起尘劳烦恼，这个是企业相啊。企业相其实尘劳烦恼其实就是业系苦啊。但是它后面呢就发挥的更多，有是引起尘劳烦恼啊。底下是细数什么是尘劳烦恼。这其为世界底下之真有违法，这一夜受报就是业系苦相扰。诸位，无名不及生三世，看左边。 无名不结生三系，三系是夜相二，就转向三是现相。什么是夜相？夜相无名的夜相怎么来？皆非所名，因名利所；皆非所名，性本之真洁，皆非是所名之境。以以自具妙名故，一名利所。一名因欲加名之故，遂转妙名而为能名之无名利所。以无名故，遂将真觉。 立为所名之妄境。啊，无名望劫何之为业相？二转向所即妄立生如妄能，所名之业相即妄立复有无名妄立，遂将本有至光转生，如能见之妄见，是为转向。第三叫做现象，现象有现出世界相、虚空相、众生相。 所以，世界加虚空加众生等于现象。这个世界叫无同一中，自然成异。无同一中，同是指虚空，异是世界。以看左边的虚线，以世界之异象未成呢，虚空之同象是不显的，所以称为无同一中。啊，看右边，同是虚空，异是世界。诸位，无同一中就是业相之中啊。 就是业相，什么是业相？就是第八式的维系相，世界相的底下，自然成意，自然火盛茂。此处是显现之意，无名熏动的力量。呃，啊，左边成意转向之能见，复以业相为所见，所看到的能见是望，所见也是望。其内业相会灭空中，把真空转为会灭的。 啊，空，所以不是真空，无物可见，而此能见定欲见之，啊，能见定欲见之，为什么定欲见之？动念一定就会化现境界，能所不断，都是显现境界而成世界之意象矣。那、啊、虚空意，彼所意，因意立同，意就是不同，不同彼所意的世界。 因义立同，因为不同的世界而立有一个相同的虚空。好，注意看，义不同，就彼所异世界，就不同彼自然所成之义相世界。因义，因为不同的世界而立一个相同的虚空。因对义相之世界而立同相之虚空。注意看左边众生，同一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异。 啊，同一发明，虚空之同，世界之异，一同一异，形显发明，形显发明。有了虚空，有了这个世界，哎、啊，人类就会演化出来。因此复利无同无异，因此复利无同无异。众生之境，众生形貌各异啊，故曰非同；众生之觉本同，故曰非异。在这里，你不。 不得不承认，佛是个大觉悟、大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形成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地球啊，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大的。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循环当中啊，喷出来的啊，这个区块啊，一块一块一块，它是撞击在一起的，撞击在一起的。 那么撞击在一起，金属会往下沉重的会往下沉往下沉，然后那个密度比较，啊，比较没有那么微密的，就会往上浮，往上浮。所以这个、啊、地球的创建呢、啊，它是一直撞击，一直撞击，撞击以后一直很大，慢慢慢慢加大，这个地球慢慢慢慢加大。 慢慢这个加大的时候，那个撞击啊，因为在高温之下，高温，这个高温呢、啊、高达两三千度，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而地球的形状也不是这样子，啊，撞击的时候地球的形状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那继续撞击，那继续旋转，继续撞击，继续旋转，啊，继续撞击就继续旋转，啊，啊然后那个地球呢，在高温之下呢，哎。 岩石啊，哦，岩浆啊，一直喷出来啊，整个地球那个全部都是热的，慢慢、慢慢、慢慢的冷却，慢慢的冷却。哎，岩石本身它就有水汽，因为地水火风遍布整个宇宙，所以岩石撞击以后，它会产生这个热气，热气它就会水汽就慢慢上升，慢慢上升以后，经过。 几百万年，这个水汽慢慢慢慢凝聚，飘到外太空。那因为地球有引力，引力就把它引引住、扣住，也就射受住。所以地球的一开始的范围没有一滴水的时候，外面慢慢慢慢慢慢增加，全部都是乌云密布、很深很深的厚的云层。地球当它一一滴水都没有的时候，突然引力。 到达啊一定的力量，外面的云层水滴到达重量不可承受的时候，开始落下来，落到地球的第一滴水，落到地球的第一滴水的时候，啊，这个水一碰到这个火，岩浆的火，这个加速气化，加速气化，这个水碰到岩浆，嘘，气化的更厉害，把那个水继续释放起来，继续释放出来。 整个地球因为色引力的关系，外面都是云层，你一直下下了七十万年到一百万年，形成了海洋，啊，所以形成的海洋，这时候你看看这个海洋的水是咸的，是因为岩石碳酸钙，你到海水用的时候它是咸的。这个地球创建来的时候，它其实没有生物。 没有植物，没有生物，也没有植物。哎、呃，这个时候，我们的天空冲，全部都是 CO2，所以，几，你在五十亿年前看的地球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对、呃。它一天转动只有六个小时，它速度很快。啊、呃，地球年轻的时候，很快，你看到的天空。 完全都是火红色的，为什么天空看到是火红色的呢？因为是充满的二氧化碳 （CO2），慢慢慢慢的，啊，这个因缘具足，慢慢的从这个海底产生藻类，藻类会制造，啊，你只要有机物接受阳光，它就会变成有机，单细胞就会复制，就会变成多细胞。 慢慢的，藻类释放出空气，就是氧。氧慢慢的取代地球，慢慢吸收二氧化碳。那时候不适合人住。吸收二氧化碳，再释放出氧；吸收二氧化碳，再放出氧。所以我们的天空会慢慢慢慢的转由红转成了慢慢的蓝，慢慢慢慢改变，没有颜色，再慢慢慢慢变成蓝色的天空。你今天。 看到蓝色的天空，是因为带有呕吐，带有氧气，它会燃烧的。所以你看到的虚空是蓝色的，是因为空气当中有氧气，哎，有氧气。那么植物在继续演化，制造大量的空气，大量的空气，大量吸收二氧化碳，在这时候最快速的演化，吸收二氧化碳，再变成氧气，对氧气继续充满。 啊，氧气继续充满，所以刚开始就是虚空，哎，就是刚开始就是世界，世界，佛真是大智慧，刚开始就是世界，接下去用一个同向的虚空啊，再接下来就是演化的过程才有变成众生，所以你看到这个佛陀所讲的业相、转向现象，你不得不向佛陀下跪顶礼。 为什么他真的是一个大抉择，那个时候什么科学也没有、啊，能够把整个世界的演化完全符合科学。我们的世尊，这可不是普通人。我还是看了很多的啊，科学天文、科学天文。不过佛讲的是大概，师父讲的这个就是演化的过程。 好，好，底下六十一页，境界为源，长六出：一志向，如是扰乱相待生老。二相续相就是老九；三执起相就是发尘；四记名之相就是志相混浊；第五起业相又是引起尘恼烦恼。 哪一些尘劳烦恼呢？第六业系苦相，就是起为世界尽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一真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就是业系苦相。所以我们的业其实是无形的啊，其实没有能造，也没有所造；其实没有能受，也没有所受。为什么？一切都是妄。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没有佛法。 就是苦的很冤枉，苦的非常冤枉，苦没有出头天，但敢苦到不出头天一干因为没地会一直给生面将苦动作乐，哎，把这个虚妄的苦一直追求嘛，就当做是乐，暂时的寄托的乐。所以生命当中没有佛法的日子，是非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众生把这个缘起缘灭业力所涌现的假象，误认为是快乐执着的境界，这是非常悲哀的。啊，诸位看，一致相，如是扰乱，相待生老，如是扰乱，如是境界相，赋于四海业相当中吹动啊风浪，给予净风扰乱，相待生老，望境与望见互相对待，引起分别作用。 爱与不爱而,而生老，作为这个爱跟不爱就会杀人放火啊！世间人爱跟不爱，男女朋友谈判不成，你就可以看到死多少人。报章杂志常常看的，开车撞死他，用汽油泼点火，商业机密展览会，哎，再来就砍他女朋友，跟他分手，连了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通通死。 通通死，砍死女方的爸爸妈妈，连女朋友都砍死。这个爱跟不爱，就会造成悲剧，悲剧啊、呃！生劳相就是第七世，属于具身法之的。对，如果没有学佛，三种事情绝对逃不过：一名，二利，三色。 不是贪名就一定贪利，不是贪利就一定贪色。那现在人呢、啊，把自己弄得很劳累，哎，晚上不睡觉伤肝，饮食大小餐伤胃啊，好色不断伤肾啊，这个就是众生啊。哎，众生啊，二相续相。 老酒就是第七世恒生思量，相续不断，因劳虑经久而不休，遂其苦乐决心故，属于分别法执。第三执取相发成及第六世周遍计度取着转计，周遍计度,度就是无一丝、无一刻、无一个空间不执着。 所以你在公司行号一定会看到对立，你在学校团体老师跟老师也会产生摩擦，啊，你就算佛教的团体也会引发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不不同的修持法。但是记住，佛门会比较少，因为至少有佛陀的慈悲跟尊重，所以。 佛门里面再大的冲突还不至于像世间人黑道的火拼，我从来没看到说这净土中火拼禅宗没看到。我唔捌听讲，我净土变你什么？我什么变你华严？我那个唔看嘅？唔看嘅安呢？哦，这是伤严重起啊！哎，还不这么治，所以说佛教会有争执，但是还不至于像外面的黑道这样子，我爱这伤严重起啊，对不对嗯。 底下啊、哦，所以即第六四先周遍嫉妒，起招转生了即我我所发生染着成念故，属于既生我执。第四即名之相，哇，这个是最难破的。啊、呃，自相混浊，一前面所执相假立名相啊，复寻名执执相，诸位众生很悲哀，名相是人类假自己创立出来的啊，自己执着啊，然后割舍不下。 这个是人类最悲哀的地方，哎，诸位，啊，之前就讲玫瑰花啊是香气的，无论你用任何的名词，它都是香。哎，你讲啊，这个玫瑰啊，如果是一朵香玫瑰，诸位，你用任何的假名，这朵玫瑰是香的。你一个人有修行有德性，不管你用赞叹回谤，他身上仍然是有德性。 就像这朵玫瑰一样，所以我还是告诉诸位，不需要在意名次名相，对不对？啊，有有有一个歌星影星啊，他把那个周刊那是杂志把他骂的很难听，他一下子看不开，跑去自杀，死了两三个，跑去自杀，这个就是在假立的名相上转不过去。他是如果他今天有邪佛上冷静一下，对不对？那。 一就在往下呀，下啊、哎呀，看图就就任人家写呀、啊，对不对？啊，底下啊，假立名相、复习名执相，颠倒特甚，以致水心水混浊不清故，属于分别我执。第五是起业相，由是引起尘劳烦恼，由前面事出之祸引起生苦。 而造七子之业，所以属于起业相。此处烦恼昼夜看，以啊为其生可数。